身旁的是宿醉的女来宾君君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君君。我刚才在想说，哎，你的妆好漂亮哦，是微醺妆吗？他说没有，我只是昨天宿醉了。宿醉啊！我跟你讲，我来报一下身高好了，因为我觉得你身高跟我差不多。差不多吗？差不多。有吗？差不多。而且我穿高跟鞋。来报一下你的身高，170。这跟我差不多啊。你要不要猜一下我的身高？大概在165多左右。165吧。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对吼。那你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身后那么漂亮的一个地方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我住在台中，但是我没有来过这里。这个地方有个很美的名字，叫做人间十节。而且你知道这里可以干嘛吗？拍照吗？拍照，除了拍照，打卡，穿汉服。对，穿汉服。还有跟鹅打架。画面喝醉，可以来这里跟鹅打架，而且还可以换美美的汉服，跟王美一样拍照。因为我也不是王美，所以我不太会拍照。可是你长得很美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介绍这非常漂亮的秘境，而且它是一间餐厅，然后还有干妈店。我们刚刚还跟鹅打架。好，我们要先去搜寻鹅，然后顺便介绍这漂亮的地方，走吧。园区某一个部分叫做有顺干妈店，干妈店，干妈店，你有来过吗？不是吗？台湾人，你刚刚说干妈店，干妈店。那我们要进去换汉服了，嘟嘟嘟。我的汉服啊，我这边现场汉服主要是分唐制跟宋制的为主，其实中国古代的衣服就统称都是叫汉服，但是因为中国它朝代很多，我这边现场就是唐代跟宋代为主，因为比较适合台湾的天气。哦，那林黛玉是哪一代？林黛玉，有没有类似林黛玉的？因为林黛玉比较适合我。不要为难老板，你应该还蛮适合穿那个。不要说小朋友，不要，没有没有，应该不要说小朋友，穿唐制的衣服。哦，真的吗？好，那我就穿唐制的。对，一个代表唐制的，然后一个代表宋制的。好呀。对。哎，这个也很美。哇，好深哦，好适合我。我刚想说，为什么你提高了？我在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矮灯。骄傲，然后这样打回快打死他们！什么东西？这个画面的，快点来说说对不起，不行，说对不起，我要为了我胸部大的说对不起了。说，你为什么要勾引皇上？知道还是我的？不要勾引皇上。皇上当然。跪远一点。天气好好哦，娘娘，你又去哪儿？我要去那湖畔啊，看那美丽的荷花。我要去见我的情人。嘘，不要跟别人说，闺女。哎，走吧。我鞋，皇上是我的。带上我的鞋，你没拿我的鞋。姐姐，我们今天要去哪儿？今天我们要去赏花。这里有花吗？有吗？有荷花，你看到了。哦，小心脚步。谢谢，谢谢。啊，对，我儿啊，读到哪儿了？啊，读到唐诗三百首，给我背出来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吃便当。姐，不可以吃便当。妈妈妈，为什么不可以吃便当呢？我看你的肉蛮多的啊。不，母亲，卖掉，不要，快拿去卖。有刺客，谁？你是谁？当归呀，我这个当归呀，当归呀，你这个白斩鸡，你干嘛？你想要干嘛？为什么要拿刀挟持我？我要把你给杀了。还好，我也有准备一把。啊，拿上面。啊啊啊啊！玉女心经，驾。
汉服体验，有没有觉得很新奇？我一直踩到。而且我们刚刚演那么多很白痴的戏嘛，你会不会觉得大家上影片的时候，你的朋友会唾弃你？怎么会？就观众会唾弃你说，会很爱我的。哎，你们家有很入戏吗？他风格很像强强，没有很入戏，有点像强强，有点像强强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对对。哎，讲话有点像。我在这边，我告诉你，我都是飞出国。啊，我们说说人间十景，我觉得这也蛮不错的，而且它的就是门窗都是用那种快木的，所以你会闻到原木的味道，很香。那你会推荐你朋友来吧？会啦，会想要来这边吃饭。光汉服这个体验我就觉得很棒，而且有超多地方可以打卡的，拍起来很美。然后他平常还可以预约的话，可以画扇子啊，画手帕。哦，真的吗？就是、一些古人的。可是今天没有，今天没有预约。哇，好可惜哦。那我们大家去吃饭，因为要中午了，对不对？那期待大家的餐点吧。时间不多说了，没有酒，但我们有果醋。干杯吧，先干杯，开个胃。淡淡的果香，乌梅吧。而且你看，它的料理很精致哎，然后它有包裹成一个好像薄薄的萝卜丝。优雅，优雅的女人。那加上百香果酱，然后你就沾着这样子裹着百香果酱吃进去，很好吃，清爽。很清脆，哇，亮青好厉害哦！它带有一种姜丝的那种味道，就不会让人家觉得很淡。它这样子好像珊瑚哎，好漂亮哦！然后小米粥，这很像小时候我生病的时候，阿妈都会做给我吃的那种。嗯，有这个感觉，而且很清淡。啊，辣萝卜，我最喜欢吃辣萝卜了。这个鹌鹑蛋胡麻菜菜。超喜欢胡麻的，很好吃。我最喜欢就是任何东西加胡椒盐，我就觉得超级好吃的。而且我去咸酥鸡店一定要点鸡蛋豆腐，这胡椒也要这样撒。哎，很嫩哎，然后它是薄薄一层，给你们看一下。然后那个鸡蛋非常嫩，炸杏鲍菇，它的油很干净，就它一样是薄薄的面粉，就裹着，不是黄色的那一种，是白色的。那样就你一咬的时候，它就会有那个汁跑出来。主菜来了，我只有看到甜点，他就把那个炼乳直接浇在上面。哇，我先吃了，好脆哦！完全没有焦焦的味道，有一种焦糖味，很好吃。它焦糖，然后配上炼乳，然后整个面包就烤得脆脆的。我现在才能憋到。爱心饭呢？先吃一下旁边的梅干扣肉，一口肉一口饭，哇，感觉好吃哦！一口塞哦，好满足的一个感觉哦！哎，这真的是乡下的味道，那种家常菜，对不对？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它的厚薄切的都是一样的，不会说就是哦随便乱剁的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麻油面线了，有啊，是这个丝木鱼。鱼皮好嫩哦，然后肉质超级新鲜，有点 Q 弹哎。好好吃啊！头一颗，头。我喜欢吃那种就是一咬然后就断，然后就是软软那种面线，超级适合我的胃口的。我觉得我选对了。其实它还有其他的餐点，但因为我们都吃不完，所以我们就选了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的，每一道都很好吃，都是他们这边特制的那个秋楼菜。今天我来的第一集，你觉得我是怎样的人？我觉得你是比我还小的人。那你想跟我吃合作吗？我考虑一下。我目前是觉得你很不错，可是就是有一点，就你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得罪了，得罪到了。这个头发，我可能跟你合作，每一集都要用这个吧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没有。